Hello， 你们好吗？好。有一点点开心跟那个兴奋，然后欢迎你们来到那个，好像公司说现在要比较国际一点，所以我要说英文 A B A 哦。哎。欢迎大家来到阿豹兰家人的2016首张创作专辑《包盖上女人》的首唱会。朋友来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，可能要表演完以后大家就会 tag 我，对不对？嗨嗨嗨嗨嗨！然后我们就有特别分了两区，就是有座椅的跟没座椅的。但是你知道，这是一个很自由的场子，如果你很想加入的话，我拜托你不要浪费时间，就快点加入舞池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摇摆，好吗？好的，你们刚刚有补浓度了吗？还没有补浓度啊，这不专业。记得下一次来我的场子要先补浓度好不好？只要我保持清醒，你们要负责摇摆就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的，刚刚我唱的第一首歌是这个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曲，叫做 Gatsas。然后，我先讲一下哦，因为我怕有些朋友会想说，干嘛一直讲话？因为今天是唯一一场我们福贝高浓度跟大家见面，然后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好好介绍这些歌。虽然专辑里面有中文翻译，但是我想还是有一些朋友可能，因为我们没有做点字的版本啦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用讲的，直接就是可能用讲的，感觉会不一样这样子。那刚刚唱的第一首歌是 Gatsas， 那 Gatsas 呢，它的意思就是东边的意思，太阳出来的地方。那为什么先唱这个歌？因为我是台东的排湾族。然后，因为排湾族有分屏东跟台东，那这首歌在讲一个迁移的过程，就是我们本来是住在屏东，然后因为一直生小孩，所以就没有腹地了，所以我们就要翻。我是说认真，为什么你们要笑？这样不会骂你们，你们这样不对。然后我们就翻过了大武山，往东边走，想要找一个有水源跟平坦的地方。这就是这个歌在讲的意思。那第二首歌你们应该有看到 MV 的举手。那么 Good Morning， 好好好，耶，好的，好，很好很好。看台剧也是我给你带领，然后呢，这一首歌《南蛮孤单母》呢，就是妇女们的聚会，在讲的就是大家回去看 MV 就知道，或你等一下听得无聊了，你也想看也 OK 的，好不好？音量关小声一点就好了。好，好，那接下来我要唱第三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脚步》。然后呢，现场有人不知道会不会唱这个歌，因为我在中间有加了一段台通的鼓调，谁会唱在哪里？然后举手来，好，那你们等一下就要负责合音的部分，因为你知道这首歌是我们跳传统舞的时候，跳传统舞，对，跳传统舞的时候就是要大家一起唱。那不会跳的朋友，不会唱的朋友也没有关系，你们不要尴尬，你们就左右摇摆就好了，不是没有那么忙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来唱这首《The Good Ones》脚步。